彼得前书第一章，我彼得是耶稣基督的使徒，我写批予受拣选分散伫本土、加勒太、加伯多加、亚细亚、比多尼等所在徛久的人。恁受拣选是照父上帝有定的旨意，对信心正侪圣洁，通顺服耶稣基督。我对伊的花得到洁净，愿上帝丰丰富富赐你稳定甲平安。我会愿望，着称赞咱的主耶稣基督一辈上帝，根据伊无限的仁慈，通过耶稣基督对世人降服我，上帝有何人定出世通得到我？我会愿望。来承受伊为着恁保存伫天里迄个袂朽烂、袂拍垃圾、袂消失的福气，即是要互恁遮个通过承受伊的大能力保守的人，通得到准备伫将尾的时机为实现的拯救。为着安尼，虽然你现在暂时犹伫受种种的试验、心艰苦，恁着欢喜。这是要证明恁的信心，堪得受考验，比火火炼过也会败坏的金骨甲宝贵，通予恁伫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得到称赞、荣光甲尊贵。恁虽然毋捌看到伊，嘛听伊，现在无看见伊，犹久信伊，恁言语袂当表达极大的欢喜。因为恁会得到新的结果，就是灵魂的得救。关于这个拯救，有言恁会得到稳定遐个神祇，已经有研究过详细查考。因得到伫因心内基督的神对因的指示，查考关于基督的受苦，甲后来得到恩典，这个有言会伫啥物时会安怎实现？上帝有甲因启示，予因知因的事方，毋是为着家己，是为着恁。遮个事现在已经有靠对天来的圣神，通过福音的使者传予恁。遮个事连天使嘛，迫切地听候爱知。圣洁的神话，所以恁的心智着准备好势，着警醒。专心仰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，所必使恁的稳定，着做顺服的儿女，毋通照恁以前毋捌上帝的时地放纵自由。我着恁的上帝是圣洁，恁伫一切的行为嘛着圣洁，因为圣经有记载，恁着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。恁既然求求用同一个标准照达人的行为审判人，以为罪辈，就着用敬畏心伫世间的日子做救命的生活。因为恁知，恁受赎回脱离祖先留予恁迄款无路用的传统，毋是用败坏的金银，是用迄位无缺点、无污点的羊羔基督所留的宝血。基督在创造宇宙以前，先乎上帝拣选，在这个末期才为着恁显现。恁通过基督，先乎伊对世人中国话，告诉伊荣光迄位上帝，安尼恁的心甲愿望拢在伫上帝。恁已经对顺从真理来洁净家己，有纯洁的手足之前，就着用清气的心对心底热切三听。恁定出世，毋是对会败坏，是对未败坏的证据，就是通过上帝话我永远未无去的话。因为圣经有记载，人拢亲像草，因的荣华拢亲像草花，草为大，花为小。总是主的话永远存在，这就是传予恁的福音的信息。